累啊，一直变魔术。大地印将那一手应该是没有打错，因为还有十八滴血，他真的给我怪力套，我还有十八滴血，所以我那个时候不做应该是对的，不用解印解那一手还抽两张，应该是对的。然后，哎，李诺树，哎，李诺树，好。请问主力 Overwatch 演员对哪一只角色比较有信心？第一把吧。克里苏。这几排都先不要打啦，反正没什么事做啊。他拿要是拿暗影剑打这个，你就说好啊，随便啊，反正大地先降嘛，对不对？不论打什么局，大地先想办法降一波，等一下再说啊，等一下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全部等一下都再说。对不对？大地先降一波，全面备战就变成了 Legit， 完全就变 combo 套牌。我这几天换打克苏里诺树之后，从来没赢过，我被萨满哦。感觉是这样，平一波。蓝龙树吗？蓝龙树没有了线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那个谁，蓝龙树没有黑暗炸弹可以打吗？不太行吧。现在怎样？大家大地降过来，降过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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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大家都不要玩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三加一四五六七？我这回只能洗四张牌。他是不是死啊？我是不是全灌他脸？是不是死啊？好啊，刷法术喽！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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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啪啪啪啪啪，乒乓秦琼枪，你李诺找到没有啊？他终于受不了，一费暗影剑，好强哦！一费打字。还不用弃牌，做零费的，应该是全部灌他脸吧。我觉得这回有把他射死的机会还蛮高的、啊。看击杀命令嘞！我怎么找了五张牌没有看到击杀命令呢、啊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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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轰了全部一堆东西，然后我什么都没有。我轰了一排，然后我什么都没有拿到。这游戏真好玩，你不觉得吗？啊，可以再玩第二局，真的吗？我们再玩第二局会赢吗？我们盖一只老虎过一回合不就好了吗？妈个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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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绿了六张牌，没有看到击杀命令，哎妈，怪我，又我的错，都我的错啊！聊天室都怪我。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。
有病就要查底，没救了。有望日度，哦，那就还有得打，哦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哎，我剩十二滴血，我会被一套打死啊！我是不是要解一下比较安全啊？赢了，怎么赢？先做这个啊啊啊！另外一个要做什么？二要做什么？这个吧。这应该放到博物馆。对，我被克孙喷一轮，我也是直接升天了，还是等一下好了。怎么可能等？这可以一下，我不下都可以，哎，天天降，我觉得现在按天气可能没有太大的影响。现在已经不是按天气的问题了，现在可能是要被地狱烈焰的问题了。哎，啪嚓！恐惧的交响曲。为什么会说按天气有没有差别呢？如果他要李诺，你就直接爆了，所以你还是不要想这个问题好了。哎呀！看为什么给我一些骆驼？哪里来的骆驼壳呀？沙利好肥！你是我的主人。阿古斯的手下，超级双子帝王，我死了没有啊？李诺，他要李诺，他抽到了，管你套！哎，没有，这场游戏居然还没有结束！天哪，这个血尿般的战争居然还没有结束！我死了没有啊？八，我剩七啊！炸鸡勇者压倒你了，看来是死了。哎，没有，他炸鸡勇者后面不能接压倒。哦哦哦，赢了吗？哇塞！哪里来的？哇，这玩意居然只要六费，欸，天啊，好便宜哦，降都降爆了，降爆了。
我死定了。我被克苏人打死。啊！啊！哪里来的路？